北京，首善之都，大美之城。就在此刻，一场以河为魂的音乐盛典拉开大幕。这里没有导师，没有评委，只有共同追求音乐梦想的音乐伙伴。时间见证辉煌，32位灵魂之音历经残酷选拔，整装待发。生之极美者，何以为最？4位音乐引路人已就位，以青春的肆意呐喊，推开《最美和声》第3季。北京卫视《最美和声》第3季现在开始。创维 GLED 即刻互联网电视爱尔和韩后达人面膜有料才有效，提醒您马上回来。最美和声由创维 GLED 即刻互联网电视爱尔和韩后达人面膜有料才有效联合冠名播出。创维 GLED 即刻互联网电视爱尔和韩后达人面膜有料才有效，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是由创维电视和韩后达人面膜联合冠名播出。创维 GLED 即刻互联网电视爱尔G720系列向时代中间致敬，韩后天然皂，天然皂就美丽，有料才有效。韩后达人面膜给你能量，与你合唱。本节目是由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特约播出，感谢本节目的旅游合作伙伴途牛旅游网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要旅游找途牛，电视独家战略合作伙伴天猫魔盒为家而生，更多独家精彩花絮请登录天猫魔盒。试听下载第3季最美和声的全部音频，请在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虾米音乐、天天动听移动音乐客户端。感谢天天动听赞助的选手备战耳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灵魂唱将萧敬腾、最美豪杰张杰率队登场，欢迎他们。最美豪杰队，唱歌不会累，不服来战。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摇滚女神谭维维和嘶音歌王杨坤率队登场，欢迎。为我所想，为我所唱，放马过来。冠军之队，歌声之队，号最美和声对战踢馆赛。比赛规则，4大老师战队将分成2组对战，每个战队选出2位学员进行比拼，由现场听审投票计分。2轮歌曲累计票数多的战队胜出，而落败战队中票数低的学员将接受神秘歌者的强势踢馆。战队老师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将踢馆者纳入旗下，或者交给听审投票决定两人谁能留下。和声舞台烽烟四起，荣耀之争正式开战。第一个环节呢是杨坤战队对战萧敬腾战队，首先登场的就是萧老师，你和你的队员。接下来我跟公泽一要唱的这首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现在先不说，等这个前奏一下，大家一定也会跟着唱。对，这首歌是陪我长大的一首歌，可能也是在座跟你们一起长大的对一首歌，所以在这边送给你们，谢谢。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
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吹牛弹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吹出来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谢谢大白，你们唱的时候，我们眼前浮现的都是尔康，都是小燕子，都是永琪，还有紫薇。对，不知道刚才各位老师看完了之后什么样的感受？我更多的是看到一个画面感，他们俩今天穿的衣服也是有一些校园气质的，我感觉马上就要放假了。这首歌真的是陪伴我们经历少年时代，对，很热血的时代。嗯，我觉得很怀念。当他们一唱的时候，我们后面所有的人都跟着合唱。我觉得选择这样的歌是非常保险的，唱得很安全。谢谢。确实有好多的歌曲都是因为影视剧被我们所熟悉的。是。老乡，你以前对于哪些影视剧的歌曲特别熟？琼瑶系列的，其实家里都会看。嗯。比如说马景涛的戏，基本上我妈爱他。比爱我爸还少。还好不是还多。我发现我为什么我感情那么充沛啊，我也是那个时候看一些像青青河边草啊，就是马景涛嘛。你们要怎么样，我要把我的谁把我的谁谁还给我，这样。然后最后我就发现歌还挺好听的。青青河边草，年年天不老，哈，嫩的逃不及呀，风雨吹不到。这个歌我就想起来了，还可以啊。你唱后半段。青青河边草，哈，年年天不老，哈，
该我哈了。你基本上唱的是乐器。对，我基本上都是唱合音的部分。坤哥，您比较喜欢哪些影视歌曲让您印象深刻的？我们那个年代是一个艰苦的年代，也影响过我们的那个铁门啊、铁窗、铁锁链。这个电视连续剧呢，有一部我非常印象深刻，《便衣警察》。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那个。老肖根本都没听过。我应该还在肚子里吧。维维呢？你对哪首歌曲印象深？哎，不是印象深，是被洗脑。我觉得每一个暑假，只要这个电视剧一出来，我们就觉得放假了。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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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没有记忆？真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会守着电视看《西游记》，虽然都知道他怎么演的，这是一种少年的情怀吧。对，而且《西游记》是就中国的所有电视剧里边就重播次数最多的电视剧。对，啊，确实通过电视剧的传播，有那么多的影视歌曲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大白特别谢谢你啊，今天通过一首《还珠格格》的主题曲，把我们都带入到了那个青葱的岁月，让我们想到了很多快乐的时光。但是接下来大白可能你要迎接的就是全场所有观众的审视和考验了。如果你们支持大白，希望他能够在最美和声的舞台上走得更远的话，请按赞成和确认键。全场的观众做好准备，开始投票。投票结束，作为今晚第一个登场的选手，大白龚泽义会获得现场多少观众的支持呢？观众投票即刻揭晓。恭喜龚泽义获得了187票，恭喜。好，大白先休息一下。接下来有请杨坤老师和人生兄弟登场，欢迎。上一次我给他们选择了一首，其实歌词里面提到了有关水的歌，这一次我要为他们选择一首跟火有关系的歌曲，通过这首歌曲展现他们热血男儿沸腾的一面。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是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Step up，拥抱
冬天里的一把火，句句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是最亮的一颗，最亮的一颗，最亮的一颗，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穿了粉色的衣服就是不太一样哈、我觉得刚刚那个形式确实把我给吓了一跳，你知道吗？因为我是很少见的坤哥在舞台上有那么多的表现形式，把那个消防队员也请上来了，直接抡话筒这种，我准备学一下。因为这个是唱的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正好找两个消防队员上来喷那个干冰，也是应时应景的。完了中间我说，因为我们几个好像都不会跳舞，但是不会跳舞的同时呢，总得到那个间奏的时候，总得几个人只要动作一致整齐，我就觉得是对了。完了我就跟他们讲，是这个舞蹈我觉得特别好学，就是一学就肯定能会。有学会的吗？观众，你就像那冬天里的八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哒啦哒，这是吹墨呢，吹墨。谢谢坤哥，你先休息一下。好，那在全场的观众为人生兄弟投票之前，我们要把萧敬腾老师战队的大白龚泽义再次请上舞台，掌声有请。全场所有的观众做好准备，开始投票。投票结束，这是今晚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开始的第一场对决。在这一场对决当中，到底谁胜谁负，观众投票即刻揭晓。龚泽义187票，人生兄弟获得了208票，目前人生兄弟以21票领先龚泽义。好，谢谢，请暂时的休息一下，谢谢。接下来要有请肖老师和徐艺凡带来精彩的演唱。接下来要唱的这个歌也是大家熟悉的歌，这首歌也是应该是一个电影嘛，对，无间道的这个主题曲。今天我跟萧敬腾老师要以最简单的歌声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音乐故事。在悄悄地装着
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耳语的我，无视地回想过去，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这首歌曲让我们都完全沉浸在这样的一个意境当中了，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看到老萧的歌《新不了情》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很有魅力，然后现在呢他也听我说完嘛，我没有说现在没有魅力，对，跟大家说的一样，现在他把他的魅力又分给了他的身边的另一半，是啊，舞台上另一半嘛，我没有说的。你们想太多了。想太多了。其实我在想，我应该是分太多给你了。真的，我分太多。是，确实应该拒绝我的，但是你怎么没拒绝我？真奇怪。我心态好。微微，什么样的感受？首先要特别感谢我们场上的所有的音乐家们，是因为他们可以完整这个完美这个表演，对，向音乐家们致敬，谢谢你们，谢谢。然后还有第二，徐艺凡越来越帅了，因为他身上有那个特质，他是一个电影人，他热爱音乐，所以说这个定位特别好。最后的呢喃我非常喜欢，
一个低声一个高声，我觉得就像一个完整的电影一样。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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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玉凡来北京也挺长时间了，哎，快两个多月，快两个多月了。除了人长得帅气了之外，谢谢。北京的生活你还能适应吗？我已经适应了。对，有时间会去北京街头走走。但是有一天我走到那个广场的时候，我看到一群大妈在跳那个广场舞。我这时候心里就想说，上次肖老师送我一个大惊喜，那这一次呢，我想要送回他一个礼物。不会要送一个大妈给我吧？不，喂，真的是啊！上台哇！果然是我们可爱的大妈们，青春活力啊！哇！妈妈好，小心哦！妈妈好，妈妈好。对，我们今天是要送老师一个惊喜，我该怎么做？我们当观众，老师先在旁边看着我们，我们欣赏礼物。熟对吧？是什么歌啊？对，老肖的新歌《僵尸全明星》最近特别火，你们那么多歌曲你们怎么都不选，就偏选老肖这首新歌来跳广场舞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太喜欢肖老师。我想请各位老师和我们一块儿互动活动活动好不好？峰哥腿脚不好就算了，对对对，张杰、维维一起来好吗？好，对，来，看那边。所以这些大妈都已经是我的了，对不对？对对对，你喜欢可以都带走。徐一凡送我的，徐一凡送我，他说跟我走没有？好，谢谢张杰，谢谢维维，谢谢。老肖搞懂了一个事情，就是得大妈者得天下。谢谢肖老师，谢谢所有的阿姨们，谢谢你们，谢谢，来休息一下，谢谢。好，在我们全场的所有观众为徐一凡投票之前，我们要把大白宫泽义和人生兄弟再次请回舞台。经过了上一轮的较量，现在呢，两个战队的队员是相差了21票。那徐一凡刚才和肖老师很深情的一首《被遗忘的时光》，能不能够扭转这样的一个战局呢？就要看全场有多少观众会支持徐一凡。所有的观众做好准备，开始投票。这个结果对于萧敬腾老师战队的队员们非常的关键，因为这个结果公布之后，萧老师战队队员们在这个环节的总分数就已经产生了。观众投票即刻揭晓。
23票，是目前的最高票，恭喜。谢谢。萧敬腾老师战队在这一轮队员的总票数是410票，人生兄弟你们是208票，这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要登场的丁诗雨，他的票数只有超过202票，才有可能打败大白和徐一凡。如果低于202票，那么接受踢馆的很可能会是丁诗雨。我们请各位选手休息一下。接下来有请杨坤老师和丁诗雨登场。丁诗雨，他的英文名字叫 Birdie， 就是小鸟的意思。今天为他选的也是他唱的会唱的第一首中文歌，就是赵传的《我是一只小 Birdie》，我是一只小小鸟，这首歌就是他的写照。我相信音乐的能量可以陪我一起梦想挣钱，可以陪我一起梦想成真。中文说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今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到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就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寻寻觅觅，一个温
算太高，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坤哥，谢谢丁诗雨，谢谢，真的是一首充满了能量和力量的歌曲，唱的我们全场所有的观众都站起来了。丁诗雨在坤哥的队伍里是唱功最好的，毋庸置疑，声音最漂亮的。但是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因为他从整个歌唱的技术部分已经我觉得接近完美了，那在舞台上的时候是不是那么需要去完全的照顾所有的人？你可以完全专注在你的音乐里。维维说你，我也很认可，你站在台上的时候其实不应该考虑其他的一些原因，你的整个的情绪再自我一些可能会更好。所以说就希望他再爱谁谁一点，不管对，今天他唱成这样，我相信大家也觉得是最完美的，下面的人没得挑也没得说。好，那接下来诗雨，你将面临的是全场所有观众用投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你的支持和认可。投票之前，先让坤哥为你的队员拉拉票。我们永远是做辅助的，给个和音什么的，主角是他们，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把他留下来。好，谢谢坤哥，先休息一下。在我们的全场观众为丁诗雨投票之前，我们要把大白、人生兄弟和徐亦凡再次请回舞台，有请。丁诗雨，好，谢谢。那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一轮的对决非常的关键，团队之间的较量在这一轮当中谁胜谁负就将揭晓，做好准备，开始投票。投票结束，这一轮的较量，票数相对低的一方，票数垫底的队员将会遭遇踢馆。如果丁诗雨的票数不到202票，那么被踢馆的就是丁诗雨；如果丁诗雨超过202票，被踢馆的将会是大白。观众投票即刻揭晓，丁诗雨的得票个位数字是2，百位数字也是2。10位数字是0。所以在这个环节，龚泽宇、徐亦凡和人生兄弟丁诗雨打成平手，都是410票。所以接下来出现了我们现场的第一次平局，什么情况？平局的这个怎么办？平局，我们上次不是有一次也有评过吗？有一次平是维维平局，然后他自己选，就是观众评的，然后他自己选。对对，我自己选的。哦，是观众，哦，是观众。对对对。那要怎么样呢？好，那我去跟另一个选，是吗？好。坤哥，然后坤哥就会选这样。那个还是哈，你看我跟你们商量一下，咱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你们俩跟那个踢馆的孩子唱了之后，因为他都来了嘛，他也歌练了，他跟你们唱了之后，一个是让你们选。比如说你愿不愿意选择他是你的战队，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让这孩子选，就是他愿不愿意，这样子吗？你在唱吧，我就跟他们说一下，太长了，对，我得跟他们说一下，我给
你讲，我唱一段，我唱完 A 段以后，你没有想到他唱完 A 段，所以说他们才临时改。唱完 A 段以后，直接，我真的麻烦把张杰的麦克风打开。不会打开？哎，没有，没有。把张杰的麦克风打开。喂。我要跟你合唱。合唱的一首歌，他们的和弦一直在变，无所谓，只是现在没有钢琴了。我们有最美的和声，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我又开始对歌。我们刚才经过了一个紧急的磋商，那接下来有结果了，谢谢各位的耐心等待啊，谢谢。通过刚才这一轮的投票，最美和声第三季的舞台上迎来了对战踢馆赛四期以来第一次的平局，就是410票对410票。那经过了我们紧急的商讨之后，我们要问一下两位老师，你们是否选择要更换你们的队员？如果你们希望有更换的机会，我们可以选择和踢馆者来对唱，如果你们放弃机会的话，那么战队目前的组成不变。肖老师，我还是选择我自己的学员继续留下来。坤哥呢？我要继续的保留我们这个战队的完整性，所以放弃。所以恭喜双方队员在这个环节没有踢馆赛，你们成功留在各自战队当中，再一次恭喜你们。最美和声舞台惊现惊天逆转，一轮战罢，双方出现平局，经紧急处理，两队四强名单最终确定。在接下来的赛程中，张杰战队与谭维维战队又将经历怎样的苦难抉择呢？极致赛程因攻待发。接下来我们的对战要继续来进行，马上要开始的是我们今晚的第二轮对战，对战的局势是谭维维战队的队员对战张杰战队的队员。首先要有请张杰和队员高振明登场。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是让我们每个人听到都会热血沸腾的一首歌曲。高振明作为补位的选手，他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所以说我希望选的这首歌呢，给他更多的力量。王牌和狂野，闯荡宇宙摆平世界，和你战，你战狂野，王牌和
小小声喧闹整个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机甲时代正来到，热血逆流而上，战车在发烫，勇士也是不可挡。你知道吗？听的微微都一直在跟着你们的节奏一起在挥拳头。微微感觉怎么样？我觉得确实这个音乐很鼓舞人心。那个证明你在舞台上有点泄，可能也是一种你自己的自我吧。如果你要继续在这个舞台上，或者是继续选择音乐这个道路，可以让自己那个对那个力量更集中一点，像张杰老师那样。我跟维维的观点是一模一样，最大程度上看着他在台上表现，就他的肢体，他可能不是干这个专业的，高建明不是干这个专业，他的肢体就有点散。是，就他刚才维维说那个话说的挺好的，泄就是提不起精神来。所以我觉得也可以体谅你是不是做这个专业的。你是什么专业的？我是体育专业的，篮球专业。篮球专业，那是不是搞篮球专业，他身体必须要像你那样稍微得卸一点？没有，那个篮球打得很好，老肖也打得很好，他不卸。作为篮球专业的学生，如果你要是有篮球在手，球在手里的时候，你还是松懈的吗？还是那时候是会紧张的？那就不会。其实啊，要怎么样上篮球啊？哇哦，真的有。张杰，你金口一开，说什么有什么。真的有。你说篮球就真的有。你们团队是不是就是小伙子？我看比较多嘛，体育运动会多吗？就我自己不可以，因为我们平时我们团队四个人嘛，无论干什么都是在一起的。就是打球，我们会有嘉伟啊、赵俊，还有文芳。虽然文芳是女生，但是文芳也会在旁边加油之类的。那把你们团队都请上来吧，好吗？来，有请。来，文芳也请。OK 的，既然都是灌篮高手，肖老师现在看得心痒痒啊！啊，来，我还好，我刚打完一场比赛。肖老师不上来一下。篮球不是拿来吃的。老肖可以花式吗？哇！
希望两位老师可以互相 PK 一下投篮，可以吗？我跟为了满足他们的心愿，我们今天特别把游乐场里面的投篮机都搬过来了。你说我们多么大阵仗啊！来，有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搬一下。转过去啊，这怎么看呢？对，肯定是斜着，对，能让观众看得见。哎，哎，哎，哦，啊，哼，好，我们的投篮机现在已经摆到舞台上了，张杰、老肖，你们两个人可以各自带队，分别来比拼，看看你们两个队长哪个人的表现会比较好。那带选队员嘛，我们啊，坤哥、维维，现场的老师啊，对你反正一个是女孩子，一个脚受伤，你们看你们选谁？我要好好保护那个坤哥的脚，所以他跟我在一起会比较安全一点，你不知道他的脚是什么状况。所以你要选坤哥是吗？坤哥，对，我们的英雄。老肖就选维维咯。你慢点，皮鞋。张姐已经选了坤哥。你们两位都需要扶，互相扶。他们相互搀扶着走上了舞台，我们就是这么和谐啊！好，来，这样，维维和老肖先热热身，让坤哥和张姐先来。来吧，先热身吗？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了。谁跟谁玩啊？我们两个一起加起来。好，准备好，开始60秒。好，你们要掌握好这个节奏啊、哦！已经进了啊、哦，厉害啊！哇，很厉害嘛！哇，哦，已经26分了。好，还有30秒。哦，40分了。哇，46。76。还有10秒。老肖跟维维，你们可以先试一下。嗨，对，你的气势够了，就嗨这一声气势够了。对，好，来，接下来准备好，计时开始。注意节奏。两个球不要打到一起了，这个时候最考验默契。对，很考验默契。你们可以速度放慢，追求准确度。哇，外援果然厉害啊。好，现在他们是24秒、38分、40分，哎，也不错哦。好，稳住，稳住！好，10、9、8、7、6、5、4、3，哇，58分，真的很容易。好，谢谢微微，谢谢坤哥，谢谢老肖，谢谢，休息一下。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全场的观众要为高志明投票的时间了，全场的观众做好准备，开始投票。投票结束，观众投票即刻揭晓。
191票，恭喜高志明，恭喜。志明休息一下。接下来要跟高志明同台对决的是谭维维战队的妙音汉子，有请维维和妙音汉子登场。带我到山顶这首歌创作于2003年，最早呢是一首彝语歌曲，后来被翻译成汉语。为妙音选择这首歌呢，也是希望通过他们能够把他们的民族的特点给表现出来，所以说也希望通过他们的声音让大家感受来自山顶的美丽。
GLED 即刻互联网电视爱尔和韩后达人面膜，有料才有效，提醒您马上回来。最美和声，有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特约播出。感谢最美和声旅游合作伙伴途牛旅游网，要旅游找途牛。创维 GLED 即刻互联网电视爱尔和韩后达人面膜，有料才有效，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是由创维电视和韩后达人面膜联合冠名播出。创维 GLED 即刻互联网电视 Air G7200 系列向时代中坚致敬，韩后天然皂，天然皂就美丽，有料才有效，韩后达人面膜给你能量，与你合唱。本节目是由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特约播出。感谢本节目的旅游合作伙伴途牛旅游网的大力支持，要旅游找途牛。最美和声唯一指定手机努比亚 Z9 无边框手机，无边世界，无尽精彩。带我到山顶，谢谢，非常感谢我们彝族的四位姑娘，谢谢你们，谢谢。我们先问一问妙音汉子对手的老师张杰。维维老师跟妙音汉子他们在一起，我觉得越民族跟流行结合的越适合他们。这个歌今天没有突出任何一个人，都是包容的。可能没有什么东西特别突出，可是我觉得你们今天做到的氛围非常好，它是一个能够登台演出的一个表演，其实非常好听。谢谢。我看你们还用了一个小的乐器是吗？是什么乐器？这个各位老师见过吗？这个乐器啊，我知道这个乐器，这个乐器能发出那种变变那种声音。他刚刚一出来第一声把我给闪了一下，说实话。你弹一下我们听听什么声音。试试，你试试，你试试。这好像卡通片里的声音，就是咚。坤哥，这个乐器叫什么您知道吗？我还真不知道叫什么，就叫咚。这个呢叫做口弦琴，就是世界上最小的民族乐器，然后很多民族会用它来示爱。嗯，而且现在流行的那个咚咚咚，其实最早的声音来源于它。哦，那咚看来不是来自于成龙大哥，是来自于这个乐器啊。但是除了表达爱意之外啊，我们之间的话它不是表达爱意的，那是它是我们之间用来开玩笑然后传达快乐的一个乐器。那能演示一下怎么传达快乐呢？我们试一下吧，我们传达一下我们的暗号。好，我们看看。它可以放在话筒上。能也给我一个口弦琴吗？哦，口弦琴，再拿一个。好，给你一盘。对，炒口弦。你这么多，这样我们留一个，那三个要不然送给三位老师。啊，好，不要。要要不要？来，我来帮老师拿。来，我也试试。来，就送给三位老师，每人都可以拿一个。对。三个老师先不要那个着急吹啊，因为这个弹不好是容易受伤的。哦，还有玄机呢，一会儿得让他们俩说说，别把牙齿。那我们来演示一下，对一下我们今天的暗号。好。真有旋律感。教一下吧，我好想要吗？各位老师，您看着啊，这个琴它是这样拿着，拿着它的圆润丰满的一部分，然后它伸出来的这个长杆，是不是我们去咬它？那个杆是在我们是在外面、是吧？对，然后不是去咬它，是贴紧我们的牙齿，嘴唇要张开，不能够碰到弹簧。你离各位老师近一点，让他们看得见，因为弹这个琴最容易受到的危险就是崩了门牙。我已经崩到了一下。你已经崩了。好，现场教学。假牙的朋友们就不要再弹了。我知道了，他这个是贴近牙齿，用牙齿跟这个铁丝的共鸣发出来的声音。我给你们来弄一按码啊。好，牙齿可以再张开，牙齿再一个上。哦，有了。啊，牙齿。有。你把硬币贴住你的牙齿。牙齿完全贴住。有点。哎，坤哥已经弹出声了。是牙齿，老肖不是牙齿。来来，听我，听你。听我。
哦，刚刚是门牙掉了吗？好，哦，张杰唱有声了，我来了一个。哎，有了有了有了，老乡有了，哦，有了有了，哦，可以啊，哦。才到，老乡已经可以上台来表演了。我听到了牙齿的声音，我的牙快掉了。我想跟微微说几句话。好，我先你听，你听着了。谭维维，牙齿的声音，维维你听懂了吗？没有，我翻译翻译，他说的就是谭维维，我好爱你。你怎么知道？我说对了，是不是？对，我说对了。薇薇，那你要回应一下。好嘞。是什么？薇薇，你自己说吧。往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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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听懂了，是什么？就爱的最高境界，是不是在一起？我愿意。哦。哎，那坤哥和张姐也可以试一试，你们现在能拿这个的口弦琴对话吗？全是牙的声音，我的歌。新的声音，我发出了一种新的声音。张杰，那不然我们来配合一个东西。好，你跳起来，我弹一下。一二三，喵！有种张杰腿按了弹簧的感觉，好有弹性，很形象哈。口弦琴演奏家，谢谢老肖，这个精彩的演奏，谢谢。口弦琴老演奏家，老肖，你已经可以开班授课了。这个口弦就代表我们音乐伙伴送给你们了。哇，好大方的样子。谢谢。坤哥太可爱了，全部的绷着牙。坤哥是不掉门牙不死心的。一直在练，好，各这个礼物老师们收好了，真的收好了吗？收好了，得送给你们。你是咬啥呢，肖老师？咬核桃呢？好，接下来我们全场的观众要为妙音汉子来投票了。如果你们希望妙音汉子能够走得更远，得支持他。还在玩？老肖，你弹的是请投票吗？我说加油，加油。谢谢谢谢谢谢老师。在全场为妙音汉投票之前，我们要把高振明再次请回舞台，有请振明。全场的所有观众做好准备，开始投票。投票结束，观众投票即刻揭晓。高振明191票，妙音汉子173票。好，那目前呢？高振明是以18票领先妙音汉子，我们请双方先休息一下，谢谢。有请张杰和赵俊登场。我喜欢赵俊是因为他在一直为自己的爱情家庭负起责任，所以我觉得这首音乐应该是一个男人对待爱情的表白和承诺。
我非常享受在最美和声的舞台上用自由的音乐去表达爱。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去才会懂得珍惜，看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做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手机，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就是你。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谢谢大家。张杰的音乐，他们这一组的音乐都是给人很多积极向上并且有幸福感的，其实这就是一种可以直击人心的路子，我觉得非常好。而且赵俊真的完全，这个舞台是你的，你在张杰面前他都是你的。
我觉得赵俊今天表现很好，很有自信的在唱。然后我更希望如果你整首歌的表现都像你最后一句 feel 那么棒，那会更好。谢谢姜老师。赵俊应该是张杰团队里边的大哥了，对吧？是的。对，所以人送尊称俊叔。对，俊叔主要很温暖。哦，温暖也是暖男。也长得比较着急。你们都是这个张杰和俊叔的粉丝，那你们知道俊叔本身的职业是什么吗？是什么？是老师。对，声乐老师。所以在这个舞台上，张杰是你的老师。对，在生活当中你是很多人的老师。嗯，对，我在家里有一个自己的音乐教室。对，那你教他们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方法呢？我有一个可以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小诀窍，让他们能打开声音啊。我来一下啊。有卖卫生纸的吗？还有卖别的吗？啊，卖梨，很简单，就一个字儿，梨。哇，好听啊！言简意赅，言简意赅，中气十足。哎，伟伟也是老师，这一点你们俩是同行。是。哟，对对对，其实我更多的是来源于让他们放松自己的肢体，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做训练的时候，可能是，真正的抚摸到对方。比如老肖就是你的学生。对，就真的去感受他。哦，感受到他什么？现在我感受他，对了，刚刚老肖很温暖。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再去放出自己的声音。哦，我觉得是有很多情绪的。哦，对，微微，这个学校在哪儿？我也想去感受感受。四川音乐学院，真的。OK， 是真的。然后我们会在舞台上，大家都会真的去抚摸对方，去感受，用身体去感受对方。抚摸真的会让人放松的，放松，真的。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要为赵俊投票的时间了。投票之前，要把高志明和妙音汉子再次请回舞台，有请。刚才呢，两个战队差距不大，只有18票，目前暂时领先的是高振明。那接下来赵俊能不能通过他的表演继续把比分的优势扩大，就要看现场会有多少人来支持赵俊。开始投票。投票结束，观众投票即刻揭晓。高振明是191票，妙音汉子173票，赵俊获得195票。目前高振明和赵俊的累计得票386票，领先妙音汉子213票。这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要登场的杨宇，他的票数只有超过了213票，他才可以稳住团队的荣誉，否则被踢馆的将有可能是妙音汉子。所以先请双方休息一下。接下来有请谭维维和杨宇登场。这次和我演唱这首歌的杨宇，他是我们队的新成员，我们都叫他宇哥，当然也是我们队的一名猛将。这次选这首歌也是他提出了很多他的想法，他其实有很多关于音乐的见解，我们一起对这首歌也进行了新的改编。那么今天我想再次的证明一下，我不只是杨坤的兄弟，我还是歌手杨宇。
还记得吗？记忆的烟霞，散落在风中的一阵发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想法。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谢谢。张杰觉得这首歌曲完成的怎么样？我觉得歌曲选的非常好，然后编曲也很适合杨宇。他其实在这个歌里面，他展现了他不同的音色，他有沙哑的，也有高亢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舒服的表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刚刚这段表演很好看，我很喜欢。我觉得你是诚恳的音乐家，然后你很诚恳的在这个台上用你的吉他，用你的歌声，很真诚的在传递你对音乐的喜爱。我支持你，做得很好。谢谢老师。谢谢。坤哥呢，每次一说到你，杨宇都很忐忑，尤其是你之前对他有点严厉。坤哥放松一下。对对，坤哥不要太严厉。不是，现在我觉得我每一次听他唱歌吧，我就特紧张，我就生怕他唱那个高音的时候或者是什么地方可以控制，因为我知道哪儿可以控制，哪儿不能控制，哪儿上了高音可以这么唱。对，就是那他唱的那每一个细节，我是按照我的思路，按照我的套路想让他成为那样，可是他又跑到别的地方按照他自己的理解，
但是总的来说，今天其实我的担心还是稍微有点多余的，因为他比上一次来踢馆的时候唱的好了太多了。是的，鞠一躬，请大家记住歌手杨宇。那接下来就是全场所有的观众，你们要为歌手杨宇投票的时间了。投票之前，我们要把高振明、妙音汉子和赵俊再次请回舞台，有请。杨宇，你现在压力很大，因为你只有获得超过213票，你们的队伍才有可能获胜。你还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大家来说吗？其实我没跟薇薇说，因为薇薇今天我中间那段说了，我要诚实的跟大家说，我今天是假弹。薇薇给我创作的，说她知道我会唱弹琴了以后，专门为我留了几小节，让我表现一下。结果今天肖老师唱当的时候，我和你的队员一起给你加油，加油有点加得过头了。结果就把这琴放在我身后，他就摔倒了，他就摔断了。因为这把琴呢还是杨坤2007年的时候送我的生日礼物，所以我诚恳的道歉。那应该是我害的，对不起。不，我估计这个琴可能也埋怨我，你怎么能给你哥的那个对手加油呢？他就没事儿。你哥再给你买把更好的。哇，我就这意思，因为我马上又要过生日了。今年生日又有礼物可以拿了。对对对，我也特别感谢吉他老师，因为断了以后没有琴嘛，我就把我弹的谱子交给他们，所以我完全按照我的旋律表演，他们在后面弹，感谢。看得出来杨宇确实是一个特别实在的人，如果他不说这一点，没有人会知道这个琴是一把坏琴，但是他一定要在后面，要不我怕琴头掉下来，就沾了胶布。接下来全场的观众，你们要为杨宇开始投票了。目前双方的差距是213票，如果杨宇的票数超过213票，那么被踢馆的是高振明，如果低于213票，被踢馆的很可能会是妙音汉子。全场的观众，请做好准备，开始投票。票结束，213票的差距，现在所有的压力都在杨宇一个人的身上，是不是能有奇迹？杨宇能不能超越213票？观众投票即刻揭晓。杨宇的得票。个位数是4，百位数是2，十位数是。创维 GLED 即刻互联网电视爱尔和韩后达人面膜，有料才有效，提醒您马上回来。最美和声由创维 GLED 即刻互联网电视爱尔和韩后达人面膜，有料才有效联合冠名播出。
创维 GLED 即刻互联网电视爱尔和韩后达人面膜，有料才有效，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是由创维电视和韩后达人面膜联合冠名播出。创维 GLED 即刻互联网电视 Air G7200 系列向时代中间致敬，韩后天然皂，天然皂就美丽，有料才有效。韩后达人面膜电视独家战略合作伙伴天猫魔盒为家而生，更多独家精彩花絮请登录天猫魔盒。最美合声唯一指定手机努比亚 Z9 无边框手机，无边世界，无尽精彩。扫描最美合声首席新闻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获得节目的资讯，并为您喜爱的选手投票。个位数是四，百位数是二，十位数是零。杨宇的票数是204票，目前喵一汉子和杨宇的总票数是377票，少于高志明、赵俊9票。被踢馆的是喵一汉子，我们请喵一汉子留在舞台上，其他的几位可以先暂时休息。到底这位踢馆者会是谁呢？你们俩做好准备，有请踢馆者登场。是我向往追寻的目标，有时听着歌，眼前事物也会变得不一样。在音乐的道路上摸索发现，或许后知后觉，只有经历了才会了解。这次来最美歌声是一次学习的旅程，我是音乐新芽，我为音乐绽放。大家好，我叫二宝，就是就真名叫孟慧媛，我的性格比较二，然后就变成了二宝哥。我们感受到了。好，今天呢，你会和喵音汉子的老师谭维维一起来合唱。我们把谭维维请上舞台好吗？好，维维老师，来，有请维维。我们的舞台对于每一个踢馆者都非常的尊重，你可以任意选择一首你拿手的歌曲和老师合唱。我选了一首维维老师的偏民歌风一点的，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哦，这是一首大歌啊！啊，对，好，可以，可以。那你们就把和声的部分稍微的来交流一下，准备好了就示意我们的乐队。嗯。还逗，谢谢。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是
真的充满情感的一首歌曲啊，听听几位老师的感受，坤哥的感受。他们俩唱这个，唱出山歌给党听，就像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女儿，就是这种感觉，我听出来就是这种感觉啊。好吧，老肖的感觉呢？我觉得他的声音很柔软，然后我也是感觉很像小朋友，他不停在音符，他直接滑过去，很可爱，我觉得是一个特色，然后他的样子也很讨喜，我蛮喜欢的。对，谢谢谢谢肖老师。我能问问你多大吗？哦，我今年21岁。哦，21、哦、但是从声音上来听你今年只有13。嗯，就说你年轻，真是装嫩。马上维维就要进行一轮选择了，到底是喵音汉子会留在舞台上，还是二宝会留在舞台上呢？选择之前把喵音汉子再次请回舞台，有请。这是喵音汉子再次走上我们的 PK 台接受选择。上一次在选择当中，你们的老师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你们，放弃了踢馆者。那第二次面对二宝，薇薇老师会怎么选？您可以自己选，也可以让观众选，所以接下来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我自己选。对，我自己选。好，两位选手先进入待定席。说实话，他们都特别的干净，他们本身的特质很干净，很单纯。我也不会因为情感而选择我自己的队员，但是我更多的是投给我在音乐中的当下的感受。好，想好了。请握起双方队员的手臂，接下来微微做好准备，请选。创维 GLED 即刻互联网电视爱尔和韩后达人面膜，有料才有效，提醒您马上回来。努比亚 Z9 全球首款无边框手机，手机中的单反机。
创维 GLED 即刻互联网电视爱尔和韩后达人面膜，有料才有效，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是由创维电视和韩后达人面膜联合冠名播出。创维 GLED 即刻互联网电视 Air G7200 系列向时代中间致敬，韩后天然皂，天然皂就美丽，有料才有效，韩后达人面膜。本节目由原料百分百欧洲进口金龙鱼阳光葵花籽油赞助播出。登录咪咕音乐能力开放平台，拨打12530可以下载最新的彩铃歌曲。感谢新闻早晚报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想好了，请握起双方队员的手臂。接下来，微微，做好准备，请选择。恭喜妙音汉子！恭喜妙音汉子再次成功 PK 掉踢馆者，恭喜你们！谢谢你二宝，谢谢，加油！二宝加油！谢谢，再见。历时四期，跌宕起伏的踢馆赛最终落下帷幕。最美和声第二阶段对战踢馆赛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最美和声第三季16强名单最终确定，他们是杨坤战队、人生兄弟、黄丽、但曾尼玛、丁诗雨。萧敬腾战队徐一凡、王成章、宋宇、龚泽义。张杰战队高振明、吴问芳、赵俊、徐家伟。谭维维战队妙音汉子赵哲、杨宇、范正。接下来，胜利突围的学员们即将面临更为残酷的最美和声第三季8强争夺战。每个战队的学员将两两捉对厮杀，每位导师都拥有100票，可自由分配给自己战队的两位学员。现场观众投票结果与导师票数相加，票数多者胜出。最美和声8强争夺战，辉耀对决即将开始。踢馆赛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要感谢四位老师，感谢我们现场所有乐队老师，谢谢，感谢我们的观众，同时也要恭喜我们成功踢馆的队员，同时也要感谢16位队员的精彩表现，谢谢你们，谢谢。我们也期待在下一阶段你们会有更好的表现，谢谢。本节目是由创维电视和韩后达人面膜联合冠名播出，创维 GLED 即刻互联网电视 LG720 系列向时代中间致敬，韩后天然皂，天然皂就美丽，有料才有效，韩后达人面膜给你能量，与你合唱。本节目是由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特约播出，更多精彩内容欢迎登录优酷土豆、爱奇艺、腾讯、乐视、芒果 TV、搜狐、PPTV、趣力进行收看。感谢网易新闻客户端、北京电视台网络电视 PRTV、分众传媒、唱吧 APP、手机百度、网易娱乐、新浪娱乐、凤凰娱乐、凤凰新闻客户端、雷士博 APP、 Kitty 加特、考拉 FM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